原来最极致的挂念是有勇气邀请你相见。时间改变我却没改变，你在我心里面最中间的座位。努力回头才发现了解躲在误解旁边，向前的手隔着最近的遥远。等你回头才发现终点也在起点旁边，我不放手你是最近的永远。当时的幸福该接下来一些，遥远在我们变得不勇敢之间。是最近的。